上阿鲁跟比亚妈妈拿诺布拉盖扎洛卡撒一责任出力 CEO 巴嘎扫达吉嘎斯那嘎瓦斯嘎尼。大家好，我是杂鱼农民尤以德，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刚刚开头我讲的就是我们泰雅族语的新年快乐，没有错，因为今天就是汉人农历年的大年初三。初三的必备行程就是要出门走春，拜访朋友，分享喜气。看看我身后的背包，没有错，杂鱼我已经准备好要带领各位观众去拜访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出现的 CEO。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即将前往宜兰，你还记得宜兰有哪些我们曾经访问过的 CEO 吗？跟着我一起出发吧。好的啦，你有两个任务必须完成哦。我看一下哦，真的有两个任务。第一个是和 CEO 挑战任务游戏并送出红包，该不会是舞龙舞狮吧？不是。好，第二个是请送给每一位 CEO 出力 CEO 限量设计款 T 恤，太可爱了吧，天哪哦，而且这件 T 恤后面有玄机哦，各位观众，有梦的创业者个个都是 CEO， 是我们节目的 slogan。 哇， CEO 收到一定会非常开心。没有问题，那我们就带着诚意满满的红包以及这个 T 恤一起去造访我们 CEO 的创业基地。好的啦，我平常春节就是在家睡觉，然后我们家也是会出门走春。那如果是走春的行程的话，我就是改成在车上睡觉，也算是跟周公拜年。所以今年我觉得非常开心，可以拜访 CEO 会是我唯一春节愿意醒着的理由。罗嘎松啊，雅姑，好久不见，新年快乐！请我们的 CEO 雅姑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拜个年。好，罗嘎大管啦，我是醒来吧文化聚落的雅姑，然后新年到了，所以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今天托雅姑的福，撒运终于是来到了我们南洋原创馆醒来吧工作室。刚刚一走进来啊，我觉得好像回到我自己的泰雅部落，哎，这边琳琅满目的所有这么精致的编织品，我觉得非常的惊艳。但是呢，今天非常特殊，大年初三哈，我就可以来到这边跟雅姑我们的族人一起团聚。但我很好奇啊，雅姑自己，我们醒来吧工作室的所有成员，也就是你的一家人，都是我们南澳金月部落的。对对 对， 对，我们自己部落 族人团聚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日子？过年的时候，其实我们算是算是主灵祭啦。九月以后，我们就会开始就是准备这个主灵祭，然后我们要献给主灵，然后也是一年一次要跟主灵沟通的日子，然后大家都很慎重，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月都在准备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一定要杀猪。啊，杀猪是我们泰雅很重要的传统，就会杀一头猪，然后部落的人所有的人就是一起共享这个猪这样子。我之前听雅姑说过，就其实除了这个我们自己的祖灵祭之外，我们一月一日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嘛。如果你到金月玩，一月一号的话，你其实随便可以到任何一家店，任何一家家里，然后吃饭。就我们都会 open house 哎，对，就是每一家都有板凳，然后一定会有人叫你进来。哦，听起来好热闹。对，就如果你不是部落人也没关系，他们就是会进去，因为那对我们来讲，它就是一个就是过年就是盛大的，然后我们也会包红包给我们的小朋友这样。所以也是有农历春节的这个传统在喽。但农历春节我们也会过吗？也会过。哇，请问我们有什么节日不会过吗？没有，所以部落我们部落大概从十二月先开始。圣诞节，然后圣诞节开完了之后，就开始一月一号过年，然后就一直过年到就是农历的过年这样。哦，真的好幸福哦！身为这个金月部落的族人，那我刚刚来到现场呢，其实已经马上受不了，想要马上逛一逛我们的这个醒来吧工作室，我们马上就来看看有什么样的商品。我们欢迎苏宝来，谢谢雅姑，第一次终于新年能够体验到倒马吉，通常都轮不到我。哎，谢谢雅姑。
我们刚刚啊做了这么多活动，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来蓝洋原创馆的醒来吧工作室，不只可以看到非常多我们精美的泰雅族传统的编织品之外，还有我们泰雅传统的生活器具。我觉得过年过节非常适合来到宜兰的蓝洋原创馆。感谢雅姑。但是我们刚刚呢聊到了红包，其实做了这么多活动，撒运最重要的就是要来送红包给我们的雅姑，我们来进行我们的小活动任务，然后就可以抽红包喽。耶、yeah, ！让我们欢迎任务游戏大使美丽的以万老师哦！ Oh, 新年特别节目邀请到这么德高望重的贵宾当任务大使，请我们以万老师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拜个年。不卡苏来米达西姆，拉鲁木嘎以万老干，欢迎老师，今天非常的荣幸，好当我们的任务大使。但是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哦、oh, ，任务卡。好。我看一下，请撒运和 CEO 合作拆解六个羊角钩的结，完成即可抽红包。我觉得这个任务最关键的一个人就是以万老师。老师是不是要先教我拆这个羊角钩的结？这个羊角钩我知道，我们在棚内的时候也是老师亲自教过我，但是那时候呢是教我怎么织，没有教我怎么拆。但为什么拆重要呢？老师，这个错了就要拆呀、啊，这样才会完美。错了就要悔改，好哲学哦！这是新年很棒的祝福哎。好，那请老师来教我要怎么拆，要好好学哦。好，拿手，它是这一条。哦，其实要的是这一条吗？对对对，要把它穿出来。好，然后把它穿，哦，这样就会看到，然后把它穿过去，这样子。对，给。好，这样就完成了拆一个。好，我觉得我们可能要花15分钟的时间可以完成这样子的任务，还是说我知道了，我们同心协力，你做5个，我做1个。好的，那我们等一下就请以万老师当我们的评审委员，看我们这6个结有没有顺利的解开。雅姑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预备，开始。加油！成功的人找方法，就是新年很棒的祝福。我觉得这个工作最主要是闭嘴，可能做得比较快。我差一个喽。你差一个了。压力来了。好，这个我先把它。好，结果变成3个人1组了。我觉得这个画面很温馨。大过年期间。好，雅姑，我黑马来喽，我快猜好一个喽。好，第4个。哎呦，你怎么又？我打了一个结。我节节高升啊，我大过年的。有错吗？找出方法来解决问题。他说6个都是我打的，那也很好、欸，你就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我知道，我这边打了一个结，你那边要再多结一个结。好，我已经打5个结了。好，那我这边就做一个 ending 喽。成功耶、yeah! ！完成，谢谢以万老师。哇，我觉得这个工作比我想象中还需要专注力，所以我们醒来吧工作室真的是一个不只是传承我们泰雅族传统文化，而且要付出非常专注的力量完成这些工作的一个很棒的地点。我觉得大家新春一定要来。但我们完成任务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来抽红包耶！ Yeah!恭喜我们的 CEO 突破我们的任务游戏，接下来进行抽红包的活动之前，先访问一下刚刚雅姑，你觉得这个任务游戏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第一次跟我合作是什么感觉？感觉是我一个人在做，这可以这么诚实吗？感觉是一个人在做，那就是一定要来抽红包了。但是我们先问一下我们的评审委员，请问一下以万老师，刚刚看我们两个泰雅青年一起同心协力，很平均的在做这个工作，你有什么感觉？又觉得很感动，很高兴，很高兴，就是自己的女儿怎么这么优秀，对不对？那个主持人也很优秀啊，就是在等这一句耶。好的，那谢谢两位 CEO 的合作，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抽红包的活动。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上面写初立初三抽抽乐，没错，这就是我们送给 CEO 的拜年小礼物，春节快乐，龙年行大运。雅姑要不要感受一下，哪一个字特别有感觉？我要的是这个运，需要运气，新年嘛。哦，新年需要好运气，那我们就请雅姑把它给摘下来，看看你有没有获得好运气。拆下来。对。哦。新年快乐！小心肝限量杯组，小心肝限量杯组，恭喜！
好的，恭喜我们的雅固 CEO， 这个是对过年可以用。没错没错，刚刚是不是说我们的这个祖灵祭会有大量的使用到杯子的时刻？那就祝福我们雅固 CEO 家人都新年快乐。谢谢。宜兰蓝洋原创馆的醒来吧工作室，除了有许许多多精美的编织物品可以购买之外呢，其实我们也有开设许多体验课程。雅固，我们新年期间有没有任何的相关春节活动想要告诉各位观众？有，我们大概初五的时候，对，然后我们会有就是打马吉的活动。不可能是打马吉吧？就是我们刚刚练习过的吗？对，所以过两天可以来参加。过年一定要打马吉啊，但是要提前预约，就是在我们的网络上。然后提前预约，然后我们会开一个就是有点是开团的一些表单，然后让大家填写。对，然后欢迎大家过年初五的时候来醒来吧打马吉。可是我的撒运呢，其实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我希望可以在大年初三的时候听到我们以万老师唱新年最爱唱的歌。老师可不可以为我高歌一曲？开始了吗？开始。今天非常开心来到这边，我觉得能在一年当中一年之初就跟我们泰雅族人一起过，而且还在以万老师美丽的歌声当中度过，心里觉得非常的感动。欢迎大家如果来宜兰走一走的话，一定要来到我们蓝洋原创馆醒来吧工作室，跟我们的泰雅族人一起过新年。好的，那我们赶快出发前往下一站，拜访下一位神秘的 CEO， Let's go。Loca， 啥意责任？出力 CEO。我知道了，大年初三要穿金戴银，应该要去米嘟嘟珠宝实验室找法奈跟阿碧 CEO 两姐妹，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开春方式。新年快乐，恭喜发财！谢谢，恭喜新年快乐！我今天真的好开心，来到米嘟嘟珠宝实验室，而且我刚刚从外面沿路走来，外面明明还在花莲哦，走到里面变成在巴黎的感觉。是的，我们有在追求，是不是来到了法国的吉安乡？哎，那先请我们的巴奈还有阿碧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拜个年。来好，吉巴奈嘎古。来好，吉阿碧嘎古。我可以用那个法语跟大家拜个年哦。我们 CEO 把那是留法的学生，对，那就 Bon année Bon nouvelle chinois， 这个是我们说新年快乐的意思。然后我们跟长辈其实也会用日文去跟他们拜年，这样子就是新年おめでとう，おめでとう。然后我们的阿美族语是サガバハン古迪人努米达，哇！所以 CEO 其实要到三声道，哎，我们的 CEO 非常的多才多艺，毕竟是 CEO， 就要努力这样子，要多学一点。今天非常荣幸可以来到米嘟嘟珠宝实验室，跟两姐妹一起过我们的大年初三，我非常的开心，因为过年其实就是要团聚在一起嘛。那说到团聚啊，我们阿美族最有名的当然就是丰年祭喽。是，两位也是从小就参加丰年祭吗？对，就是跟着我们的外公外婆，然后我们的家人一起，就每年都会准备，然后就。然后只要丰年祭，我们就会跟着去跳舞啊，然后听老人家讲他们的事情这样子。然后我们中午就是家族都会聚餐，然后晚上也会，然后所以就会聊很多，就很久没有见到的家人，就会聊得很开心这样。也就是说，家家户户团聚的时刻其实是丰年祭。观众朋友应该看也知道，巴奈跟阿碧是双胞胎，几乎是长得一模一样。我谢谢他们有不一样的发型。但双胞胎聊到这个丰年祭，一定要聊跟手足一起过丰年祭有没有发生什么好笑的事情。有吗？互相出卖的时间就很容易被认错，就是看人家看到你的背影就说：“哎，怎么？”你怎么还在跳啊？你不是跳十二小时？你怎么回来了？中间有一个换人。对啊，就是倒酒的时候，哎，你不是喝过吗？传说中我们吉安上有一个酒量很好的女子，其实是你们两个一直互换这样子。但是撒运其实来之前半年之前有查一下资料，我知道在丰年祭之前一个礼拜有一个男性族人才可以参加的活动。就是它其实是我们八年一次的那个成年礼孩祭，对，这个整个活动会有分三个部分，比如说就是年龄阶层的训练，然后还有家族的记忆，然后还有就第二部分就是会有要保
爆炸，对，爆炸，对，爆炸是什么？它其实是有一点像是女孩子帮男孩子送饭。就第三部分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把船砍下海这个情节，是为了重现我们的李老部落祖先啊、当初从海岸来到这个地方的情节重现，然后跟那个女孩子的宝煞呢，是为了象征家庭的这个意义，这样子。对，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活动啊，它在丰年祭的前七天、然后参加完的主要是男性，最后一天的时候女性会加入、对对对对对。那完成这一些所有的活动之后就成年了。对，就我们其实就是这个活动，就是它是下海那一瞬间，上来的时候它就是男人，很精确耶。对，然后确实是就是冒险一趟回来之后证明你自己是男人。对 对, 对，想要问把奈跟阿碧，你们两个人在这整个漂亮精致典雅的空间里面最喜欢哪一个小角落？就是我们自己的小角落。哎，在那边吗？可以去看看。我们的那个我们的作品大部分都会是摆在哇，好多选择哦！我觉得好像上次在棚内看到几个经典的，比如说这个作品，但是这一次来到现场，真的看到各式各样、完全不同的风格哎。对啊，好险我有来。首先我看到一个，这个是什么样设计理念的作品？我先猜它是不是我们阿美族的头饰？其实我们都一直想要用我们阿美族的头饰的花去做一些发想。然后这个的想法其实是想要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的不完美，但是这些偶然就造成我们的完美。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觉得好感动哦，可以在新春听到一个错误也没有关系的祝福，对对对对，送给各位观众。就年轻的时候多发。错没关系，没有错，多去外面闯闯，可以变成三声道的 CEO。而且重点是，我觉得他倒过来之后，真的很像阿美族的那个。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口罩，因为觉得好可爱，很适合新年的时候可以购买戴在身上。但是我刚刚看那个更厉害的系列，这个，对。这个分分明明就是直接从我们泰鲁格的这个岩石上面拿下来的戒指吧？是这个设计概念吗？它其实我们就是想拿山里面的岩石，还有泰鲁格的那一些岩石的模样去切割下来的感觉，这样子。而且刚刚把奈跟我讲说，这个是他们的新系列，对不 对, 对？等于开春就马上有新系列推出给各位。既然我们今天全部团聚在一起，我们一定要为新年暖暖身，进行一个游戏任务。阿比今天是不是准备了一个游戏任务给我？没错。任务就在这里，主持人祝你挑战成功。只有我一个人吗？你们一定会帮我吧？应该会，应该需要，不然会录到明年春节呀。好，我来看一下任务卡是什么，请撒运和 CEO 合作，三人轮流敲打戒指纹路，完成即可抽红包。耶、yeah ！对不起哦，我先跟阿比确认一下，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吗？我甚至不知道困不困难。它的难度应该是在于你打得好不好看。哦，会不会闪？对，你们对我有信心吗？应该可以，加油！真是有爱心，我们一起进任务。进任务。我们首先呢要进这个任务之前，我想问做金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抱持什么样的态度？要谨慎。要谨慎是不能笑吗？哎，可以拦着。人家从来不准笑，我看谁先笑谁就输，应该很难做到吧？对，那超难超难，尤其是我们。好，那既然要做这个金工的任务呢，首先一定要请我们阿比老师教我到底要如何操作了。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打纹路。那今天的纹路呢，我们是会利用铁锤上面这个尖锐的部分来打出竖纹的痕迹。竖纹，没错。好，所以阿比老师等于算是第一棒开始了。是，没错。好，那我在敲的时候，我要跟你说的是，我们要保持平行，它是平行的部分。那我们在越平行，它的线条就会越好看。哇，平行的打，对，你完全是。自动导航哎，完全秘密的这样打下来哎，对，就是这样打，而且要平行哦，老板他一直打叉，那个纹路会一直打叉，对。而且你在打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你哎怎么扭来扭去，对，它为什么弯曲了？因为它是会在敲击的时候，它会有挤压的部分，它就会造成自然的扭曲，但是这没有关系，你只要保持你的。就不是我的错就对了。下一棒当然也要请我们巴奈老师来示范一下。其实我们
会就是我个人，因为每个人其实习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在纹路上看到说这是谁的那种感觉。哦，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对对对，就是有些人就会比较谨慎的，全部都会很密很密，然后就在同一个地方可能会一直来来回回好几遍。我现在在说妹妹的坏话吗？可以这样互相互相揭发，就很可怕。没有，妹妹她是自然系。姐姐太龟毛，我是那一种会一直来来回回好几遍，所以她的那个纹路会非常，你看就可以看出妹妹跟我的纹路是有差别。哎，真的哎，完全看不出来。哎呦，对，就其实真的是个性可以展现在你的作品上。我好担心我等一下敲出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你的真实个性会长怎样。那我一定会敲出很多爱心。好，那我们就示范到这里。那我哇，你确定吗？对，老师还留了半呢。我们特地留了特别大块给你，杂音大展身手，时间到了，我先在旁边试敲一下，等一下可以帮我卜卦一下我个性如何，准备要开始喽。哦，有，我觉得我个性偏优柔寡断哎，等一下，我是谁？我在哪？还在犹豫，还可以吗？还可以吗？很漂亮，很漂亮，谢谢。哎，不要停下来。你是一个缜密的人，可以从这里看。哦，真的吗？那我想问我的流年如何？现在一年不错。感情呢？感情桃花，桃花。这一块我们可能要看细一点。好了，这样子就完成了吗？很漂亮，你的那个反光也很漂亮。耶、yeah ！然后这边有没达到的？哦，没达到。哦，这个部分再把它打上去，我算是过关了吗？对，打上去就可以。完成，谢谢，谢谢我们两位 CEO 在大年初三冒着生命危险跟我一起完成这个任务。我们马上就要来进行抽红包的小活动，好，恭喜，恭喜房贷跟阿碧，我们要进行抽红包的活动。但是在抽红包之前呢，撒韵很想要问双胞胎一件事情：双胞胎两个人的手气有分别吗？谁比较好？这个很难说，有的时候我运气好的时候他运气不好，然后他运气好的时候我运气不好，所以我们可能是有轮回这个部分，就轮流这个运气也是轮流的，是不是？太厉害了！那今天两姐妹要派出谁来抽？我吗？对啊，你用好用纸的，一起用纸的。好，一、二、三。啊！再一次机会，杰跟龙，我们二选一，不可能错了吧？杰跟龙，杰跟龙，一二三，谢谢。那我们请阿比帮我们选出一个，阿比去吧，去吧。硬要，我刚刚是不是说杰跟龙你选到了春？厉害了！好，帮我们打开来看，今天抽到的礼物是什么？恭喜恭喜！限量美式复古枕头套，一个，谢谢，恭喜新年快乐！感谢你们让我来一起过年。今天来到这边呢，非常开心，而且非常激动，可以一起体验这么多的活动。其实我们米嘟嘟珠宝实验室有开设很多课程，对不对？把那我们春节期间有没有开设？我们春节期间都会有开，然后我们可以来看我们的像是饰品的展售，或者是跟我们预约体验课程的日程。我们有分为上午场跟下午场这样子，像 Facebook 可以找到我们，然后或者在 IG 上面可以跟我们预约，然后我们也可以在 Pinkoy 上面跟我们预约课程这样子。米嘟嘟珠宝实验室的这个粉专我觉得非常厉害，除了有放自己的商品上去之外呢，而且就很像在看很漂亮的 IG， 就放了非常多很漂亮很有 sense 的照片，所以大家不妨上网 Google 一下，或者春节期间来到这边玩，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体验，推荐给大家。再次感谢两姐妹，我真的好开心哦。那我们下次再一起相见咯，祝福米嘟嘟珠宝实验室新的一年蒸蒸日上，恭喜恭喜恭喜。好啦好啦，谢谢。那我们就出发前往寻找下一位 CEO 的创业地点，走吧。台东哦，不然的话就是去哦，我知道，如果是大年初三出门走春，就是要追求一个好玩的话，我想要去找阿阳哥。我们池上米贝果的阿阳哥真的是我认识最好笑、最幽默、最充满好奇心的一位 CEO， 我想要跟他一起过年。
谢。看到 Bagel 就想到我的 CEO 好朋友阿阳哥，我的新年新希望就是可以见到阿阳哥。这演太久了吧？你到底我是谁？对不对？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对不对？哎，什么脸？气无后头流哦，龙年行大运。请我们阿阳哥跟观众朋友拜个年。好，大家好，我是阿阳，我今年学了一个新的主语，叫做“你好”的越南主语叫 “Inna Valuia”。大家好。Yeah, 对，新年快乐，谢谢。好，杨哥，是，我终于愿望达成，可以见到你，真的，没问题，没问题。我们来做。我们知道，其实 CEO 阿阳哥啊，在回台东创业以前，在外地打拼好多年的时间。对，打拼是挥旅了好多年。挥旅的时间，在过新年的时候有过春节吗？有，其实我是在北部长大嘛，北部长大，我们过年过节其实是要回到台东，可是我们过年过节都是过汉人的节，就是放鞭炮啊，啊之后吃团圆饭啊，啊初三初四就直接出去玩，啊之后就回去上工上班了。嗯，以前大概就是很大家看到的一般的过年这样，就只过一个农历春节。对，但是后来回到我们池上创业之后，找到自己的原生部落，就开始过我们卑南族的新年嘛。我这几年啊，回到了部落，开始从做族谱开始，那找到自己原生部落的时候，啊，我的叔叔就带我去大猎季，就十二月二十八号开始到12月31号，就要去山上打猎，去山上做一些，有关于传承的一些什么，那些老人们会讲，在那个猎场里面教很多以前人是如何生活，如何去，就是有人要侵犯，那你要如何去抵御外敌的那些故事给我们听。还有一个凯旋门，就是大家打仗完了之后，那个妇女们会在另外一个地方等待这些打猎人的回来，或打仗回来的勇士们，就直接在那边一起吃吃喝喝过，就庆祝这样。相信我们阿阳哥在实际参与大猎季之后回来，哇，这两个品牌米贝果跟我们打热工作室一定又会更加的卑南族，非常期待，祝福新年能够顺顺利利。没问题，谢谢你，新年快乐。虽然今天财运来拜年，白木没有带猎物来，但是呢，我带来了一个神秘的抽红包小惊喜，要给我们的阿阳哥。好，那在我手上的呢，就是今天的任务卡。我们必须要一起完成一个任务之后，才可以进行抽礼物的活动。真的假的？我先猜一下。好，我也不知道，是制作单位准备的。好，我猜我们在米贝果跟达乐工作室，我们的任务应该就是疯狂吃贝果跟喝饮料吧。好，那么饱，也算是一种挑战。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就马上来看看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好，真的假的？哦。大年初三，时尚米贝果的 CEO 即将和撒韵一起挑战的任务是，请撒韵和 CEO 合作，用陶土捏出一个“吉”字，完成即可抽红包。阿阳哥，对我有没有信心？有，还好我自己先做 demo 了，你看看，这是小的吉，你看就是啊，之后到时候我烧制出来会上台东的颜色啊，之后这一个就可以送给你们。哇，大过年的画一个小春联，挺喜气的。对，好，助理 CEO， 没错，就是这样。好，你照着你刚刚所写的样子啊，是，之后写在土上面啊，等一下我们就要搓成泥条把它粘上去。哦，好，这是我今年第一个陶。哦，真的吗？你这个荣幸。2024年第一片。CEO 要好好写哦。对，因为我们 CEO 是最重要的。好，完成。好，给大家看一下。出力 CEO， 这很软，小心哦。这样。吓一跳。有吗？好，有哇，相似度百分百了。对，没错。好了，再来呢，最重要的就来，因为我们这样写这样嘛，对不对？就是我们说，就是到时候我们会这样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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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上去，把它给做出来。所以这个可以，这个几是可以大一点，但是这个就要比较小更小。那我负责搓小的好了。其实做陶其实不简单哦。但是可以静下心来呢，想很多人生大事。没错。对啊，看看，比如说过年啊，今年新计划什么？哎，今年新计划做什么？今年的新计划 ，CEO 100级，谢谢阿阳哥，谢谢阿阳，好吉祥哦。
阳哥一起在新年啊分工合作，我觉得很不错。没错，有没有觉得今年就很顺利？我觉得很吉利耶。真的啊，你看做几。而且我觉得其实一起做陶啊，可以好好聊天，这种感觉其实很棒。对，因为它没有很快。阿阳哥，我觉得啊，这个初力 CEO 好像就做雕字，这样子好像对比蛮不错的，是可以这样的吗？可以，那个级刚刚好，因为初力 CEO 太难做了，我们觉得我们这样，其实我做事很懒惰的，但我觉得这样就很漂亮了。随机应变。对，我们到时候再稍微装饰一下，就可以变成很漂亮的初力 CEO 级，新年行大运。新年行大运，这样算任务完成吗？对，任务完成。Yeah!太棒了！好的，那我们就赶快进行来抽红包的小活动。好，没问题，红包太棒了！恭喜阿阳哥！你好，你好，谢谢。阿阳哥在抽红包之前，想先访问，跟撒云一起捏桃有什么感觉？感觉哦，就哎，过年为什么还要工作嘞？过年好好休息，不要工作，过年就是要好好拿红包啊，就快快乐乐的过新年。没错，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抽红包，请我们阿阳哥来感应一下，哪一个字跟你比较有 feel？在达乐生活时期工作室，当然抽乐了。对不对？没错，一定就是抽乐。可以抽了吗？请抽。好，抽。请帮我们念出来，抽到什么样的礼物？十分实用，行李拉杆旅行袋。哎呦，你怎么知道我要出国？行李拉杆旅行袋，没错。来，恭喜我们阿阳哥。谢谢，新年快乐。谢谢，恭喜，新年快乐。阿阳哥，我们新年期间有什么样的活动要告诉大家吗？今年期间活动就是好好在家陪陪家人吃饭，最棒的祝福哎！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呢，很多老人们呢，就是他可能一年回来一次，就是大家看那个一次，我就觉得心满意足，他们也想要看看这些孩子们怎么样。没错，新年好好的陪家人，然后一年365天都可以来我们达乐工作室跟时尚迷贝口罩阿阳哥跟家政姐，再次谢谢阿阳哥，谢谢你们。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完成了东部的走春小行程，我们要绕过国境之南，前往台南。好久不见，想念这个笑容。天哪，哦，这个是新春的装饰吗？对，这是我们新春装饰。母屋，谢谢你邀请我一起来过年。欢迎欢迎欢迎！今天可以跟母屋团聚，非常的开心。想要请教母屋，我们自己东埔部落布农族人有没有什么特别团聚的日子？我们以前从圣诞节开始，其实就会家人都会团聚在一起，就是从12月24开始。嗯，等于那时候刚好就是我们圣诞节，整个部落的大家都会动员。然后一直从圣诞节延续到1月1日的过年，哇，这么长哦！对，创业的过程中，其实重新了解到自己的文化。哦，是创业的确会了解到。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了解到我们布农族有一个跟，过年有关的一个节日，叫做米哈米散。米哈米散，对，这个是这个翻成汉语来说，它就是新年祭。哦，就是过新年耶。然后这个新年祭会在每一年的8月9日会去举行，那每个部落都不一样。那这个祭典就是会，把所有的农作物啊，或者是所有的收成的东西收进谷仓。然后大家会在这个时候停止所有的工作，然后开始把酿好的小米酒、做好的年糕分享给所有的族人一起共享，然后也会在这个时候大家一起就是欢庆，就是说啊，终于把我们所有的工一年的工作全部结束了。然后在最后一天的时候，会有就是家里最大的人在外面鸣枪，然后表示说把好的带进来，不好的带走。那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发现了，我们的 CEO 母屋非常会讲故事。我自己在棚内访问我们母屋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我们伊思路幻这个品牌啊，里面每一个商品都会说自己的故事。刚刚提到团聚，很好奇我们店里有没有特别阐述团聚的商品，有吗？我们的店里面的话，我们有商品是跟米哈米桑相关的。真的吗？有，要不要进来看看？当然啦，耶！哇，真的很文青。耶、yeah! ！接下来撒韵跟母玉要来挑战我们伊思路幻的任务，一人5句祝福的族语。但是撒韵觉得我今天特地来到台南蓝晒图文创园区，我们加码一下好不好？互相彼此学习。好啊，做得到吗？可以啊，可以。好，第一句就是 Logata Guala。
罗嘎达瓜拉，很标准呢。你是有住过我们泰雅部落吗？那你猜猜看这句什么意思？罗嘎达瓜拉，罗嘎是你好，没错，也是祝福大家的意思。达瓜拉是可能要，就是大家，大家对，罗嘎达瓜拉，耶、yeah ！好，接下来我学布农族语。那我要跟大家介绍分享是马纳斯卡拉巴克鲁杜哈米桑，马纳斯卡拉巴克鲁杜哈米桑。那这一句话就代表是新年快乐，新年哦，非常重要的一句。巴克鲁是新的意思，哈米桑是年的意思，对，马纳斯卡拉就是很快乐，很愉快，所以就是新年快乐。说到这个新年快乐，撒韵也来一句泰雅族语的新年快乐 ，Bagasau da gigas na gawas gani，Bagasau da gigas na gawas gani， 新年快乐！哇，好长哦。对。可能祝福就是这么绵延，真的，其实跟我们那个新年快乐也是一样，真的。好，换我，那我祝福大家，McDonald's 无阿不罕 ，McDonald's 无阿不罕，对，对了吗？对、yeah! ，McDonald's 无阿不罕的意思就是恭喜发财。哦，这个要好好学起来 ，McDonald's 无阿不罕，无阿不罕，对。接下来要送给大家我从小到大最常听长辈跟我讲以及我最喜欢的一句祝福语，各行爱苏那乌都改药，各行爱苏那乌都改药，很不错哎、没错，就是愿神祝福你哦，哇，好感动、哦、不可能这样就感动了吧，祝福大家也祝福你的是马端那马哈哈巴，马端那又再出现了一次哎，马端那就是好的意思，马端啊，马端啊，马端啊，马哈哈巴，马哈哈巴，对，就是祝你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真的是最重要的，就大年初三突然哭了，真的要身体健康。我觉得身体健康啊，有一个很棒的捷径，刚好是我的祝福语，就是罗嘎达布吉木，罗嘎达布吉木，没错，就是要谦卑祈祷，谦卑祈祷。那我接下来这一句要祝福大家是马端伊苏啊爱嘎斯安安马刀鲁，马端伊苏啊爱嘎斯纳兰马刀鲁，爱嘎斯安安，爱嘎斯安安，对，马端伊苏啊爱嘎斯安安马刀马刀鲁，马端伊苏啊啊马刀鲁，没关系，这一句是什么祝福？这句话叫做祝你心想事成。我现在此刻非常需要欣赏。我们再念一次好了。好。好。马端伊苏啊，爱嘎斯安安马刀鲁。马端伊苏啊，爱嘎斯安安，爱嘎斯安安马刀鲁，马刀鲁。对。耶、yeah, ，心想事成。我觉得我的最后一句呢，跟我们两个现在非常的相似，就是 Bagas in Lungan Dagi， 我们共同喜乐。Bagas。Bagas ilungan ilungan dagi dagi， 就是我们一起很开心，一起心想事成，共同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那我最后一句要分享给大家，叫做 Malis Bala 啊 ，Malis Bala 啊，对 ，Malis Bala 是万事如意哦、oh, ，Malis Bala 啊，对，耶、yeah, ，这样十句了吗？我们过关了， yeah. 我们过关了，马上来访问一下我们母屋现在是什么感觉？我们两个现在满头大汗。我的主语要再加强一点，这么真诚的祝福。但是其实这种交流的过程，其实觉得很开心，因为觉得文化就是要彼此这样交流。没错，我也觉得。谢谢母屋，我们一起完成了这个恐怖的挑战，但希望大家都有接收到我们的祝福。那我们现在就在进行我们的抽小红包的活动。母屋，在我们开始抽这个小红包之前，想要先请问你，作为一个 CEO 也好，或是作为一位青年族人，或作为你自己，你有没有什么新年愿望？一样是身体健康，大家都要身体健康。然后还有就是，也希望自己跟所有的身边的朋友都可以，自己心里面所想的事情都可以如愿的达成，或是完成下去。我觉得有时候最真诚的愿望就是最简单的，没错。好，那请母屋帮我们感应一下，哪一个字特别有感？那我就抽了。感应一下，好，追根。再来五句族语，有够惊喜的。我抽中了简约时尚女。
蓝牙直喇叭，恭喜母鹿！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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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恭喜！哎，哦，很棒很棒。好，那请教母鹿，我们在新年呢、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相关活动想要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那我们从初一开始的话，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活动都会在店里面，但是因为真的很多，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我们的新年活动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或者到我们的 IG 里面去看。那我们都会不定期的在每一天或者在新年前，我们会把所有的活动公布给大家。哦，听起来是非常丰富的一个行程哦。我觉得大家在过年期间呢、啊，不妨来我们这个台南蓝晒图文创园区，非常的热闹，而且一定要造访我们园区里面唯一一间诉说布农族文化跟故事的伊斯路欢。谢谢母鹿，欧妮娜，谢谢，新年快乐。Loca， 撒一责任，出力 CEO。我觉得比我自己想象中还要更深刻，因为我觉得每一站都比我自己想象中还要发掘更多东西。比如说去宜兰行来吧工作室，我没有意料到我去 CEO 的那个据点，然后在他们的这个大厅里面听他们更新一些新的状态这样子。然后后来去了米嘟嘟，我觉得现场真的看到他们像在自己的家一样，就手足情深。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平常工作的空间，他们互相是怎么鼓励，然后他们在那个空间里面穿梭是这么的自在跟熟练，这样觉得非常感动。后来去找阿阳哥，我觉得因为年龄差的关系，我觉得他是我的大哥哥，被他那个好玩跟新奇的那种兴奋给感染，这样。然后后来去找了母鹿，去蓝晒图文创园区。母鹿对于族语的敏感度，就是一个空中族语教室，我觉得他非常的细腻嘛，就是一进去看到所有的店内的摆饰，那个都是你不亲自去一趟，你不会发现这个人对于这个小细节是这么的执着。这样到现在走完四站啊，好像在每一站都因为大年初三嘛，看到 CEO 跟家人团聚，我自己好像有一点也想我的家人，就是想念我的泰雅料理这样。老干叔啊，小君姐，生日快乐！新年快乐！哎呀，新年快乐！好久不见，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哇，我终于来到我们比度咖啡达姆森林发酵工坊。我刚刚沿路啊，顺着这个大安溪沿岸上来，越来越多我们达样的元素，就真的有种大年初三回到我们泰雅族部落团聚的感觉。是。大年初三，我们先马上邀请两位 CEO 跟各位观众朋友打个招呼，拜个年。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久不见了哦。那 Vian Shivu Goyo Yavada， 这意思就是说，愿神祝福大家哦，这一年能够平安喜乐。谢谢以山大哥。大年初三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平安健康。哇，平安健康是最棒最棒的祝福，也祝福两位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好，刚刚彩云一走到这边啊，发现说，哇，规模之大，我们现在有两栋建筑物，这个比较小的，但是很精致文青风的，是我们达姆森林发酵工坊。是，隔壁这个木造的就是比度咖啡屋，我们以山大哥的梦想，一大间在那边。对，所以其实进来像是有个小园区哦，来到这边可以在这边一整个下午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的，嘿，彩韵，那么辛苦的从个斜坡走上来，对不对？我准备了一桌的我们传统的美食等着你哦。真的吗？对，大年初三可以吃到我们打样传统的美食吗？对，没错，一定要招待你。太好了，走吧，我们一起去。好的啦。小玉，有这么饿吗？这么丰盛，我一定要马上吃啊！我们还是切一下好了啦。我怕你咬不动呢，这山肉耶。切一下好了。今天准备了这么多丰盛的料理，是我们的泰雅以及平常我们会准备的年菜。是。哇，等一下就请小君姐带我好好的吃一下。这道是我们平常会吃的。这个真是很特别，不是常常吃得到。这是我们猎人去山上打猎之后啊，就是在猎寮把它烟熏起来的。所以不常吃到，通常我们都是来炖汤啊。但是我刚刚在桌子上就看到一道我最喜欢的，那就是蛋黄面，是我们自己泰雅经典的食物。对，我们就是我们泰雅族的节庆，欢乐的节庆一定会有腌肉。还有哪一道是小君姐觉得哦超级打样的，我们过年一定要吃到？当然是
噔噔噔，这一道是人印。我们叫麻吉，太阳麻吉啊。哦，是倒出来的。对对，用手倒的。哎，所以这道料理其实还融合了我们的活动，就是要先大家一起倒，没错没错，一起处理才对。我小时候的印象，我过年就是打麻吉。好，处理好了，我们三个人一起来吃这个。好好好。哇，有一种团圆的感觉。是是是，你得多吃。来来来，啊，谢谢撒玉，谢谢撒玉。好像我是主人一样，好像是我料理的。当家人。皮会比较韧一点哦，好，你就吃点肉。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对，嗯，我觉得它非常的弹牙，它有种在鼓动我的舌尖的感觉，塞满我的每一个牙缝，没错，让我心情轻松了起来。家里自己的年菜啊，以山大哥最喜欢吃哪一道？腌肉，也是腌，全家人都喜欢。哎，那小君姐最喜欢哪一道？腌肉，哎，那我最喜欢哪一道？腌肉，那好有创意的回答，是是是，没错。我刚刚看到一个，这个该不会是我们的香蕉饭吧？哎，答对了，我们太雅族的香蕉饭。对，那我们这次有把它有放那个我们原住民传统的香料刺葱，对，里面有刺葱，对，有刺葱，有香菇，我就来吃吃看这个香蕉饭的味道。好哦，好哦，可以搭点辣椒，嗯。拿不到，这就是故乡的味道。对，自己家里有没有什么过年发生的有趣的小故事？过年都会办一个特别的活动，是每一个嫁出去的女儿啊，嗯，会办一个表演节目。小薰姐都表演什么？啊，我们哦，嗯，都唱，都唱歌比较多。来唱一下，来新年来唱一下，我们唱哪一首歌？又是上次那首吗？沙丁阿柔，沙丁阿柔。罗格莫西纳，罗格莫西纳，乌都乌阿爸爸，乌都乌阿里蹦，尼龟娜娜，尼龟娜娜，我为什么啦？今天非常感动，来到我们的比度咖啡，跟我们小君姐以及以山大哥一起在那边吃团圆饭。撒玉呢也准备了拜年小礼物，首先我们先来抽小红包。哇！小君姐跟以山大哥，可不可以来感觉一下自己的手气，抽哪一个字会获得我们的小礼物？你先。哎，我们可以抽几个啊？抽一个哦。那你抽一心一意。那你抽，那我抽，那你抽，对，被指定。以山大哥来负责来抽一个字，就这个吧。好，直接抽起来，然后帮我们把信封打开。嗯，恭喜您抽中了限量 Lucky Seven 耐用皮带一个，恭喜恭喜，谢谢。又是七。不可能吧？又是 Lucky 七，哇 ，Lucky Seven， 火眼金睛，看看看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比度咖啡的七？恭喜恭喜！哇，谢谢，哇，非常的 Lucky， 怎么会这么有默契？真的，因为我年轻人这样。是偷看到里面的没有，因为我喜欢快乐的快。哇，今天可以来到这个比度咖啡当森林发酵工坊，觉得非常的幸运啊！开春初期就可以来到这么漂亮的地方，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在春节期间，小君姐，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想要告诉各位观众？今天初三哈，我们比度开始开工喽。剩下的几天的年假，欢迎大家可以来比度吃好吃的什么呢？腌肉，又是腌肉，对，真的，谢谢大家，谢谢，欢迎大家。实际来到 CEO 的创业地点啊，我就觉得好像先听了他们的创业故事，然后实际走入他们的人生故事，这样让我觉得在大年初三可以看到每一位 CEO 那种很认真的一面，是开工最棒的礼物。但我其实非常期待开工可以好好的打拼一整年。开启新的大门，新的目标，新的旅程，创造更多机会，创新坚持态度我都会，相信自己历练啊，成功的钥匙就是经验，抓着这个感觉啊，准备好就跟着我走向心理成倍，活出自我的价值。